的话，虽然我们家家境不是很好，爸爸工作也很辛苦，可是只要你好好的用功读书，我们未来一定可以过更好的生活。没问题啦，爸。我已经不让你失望了。来，同学，打开课本第23页。那个施焕新哥，不要玩手机了，手机收起来。都啊，认真上课，不错。谢老师。同学，是怎么了吗？那个同学怎么了吗？我有一个好东西要分享给你，我们到外面讲一下吧。好吧。等会儿我看你最近上课的时候好像脸色都不太好看，是不是心情不太好？就是没有啊，我怎么了吗？那你怎么会突然发现这个？我这里是都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稍微忘记烦恼。那是什么？那个糖果吗？就是，这个是给这一包，我就先请你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之后如果需要，你再来找我。好吧。既然他都已经教我怎么做了，来，同学，今天我们要上警察法规，请翻开课本第3页。是，我是。德华最近上课变得很认真，我有点担心他，你可能要多注意他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老师，拜拜。拜拜。等我，你怎么了？等我。Hello， 我们堂姐啊。